期中考试后，你去问我考多少分吧。不是白天刚考完吗？还没看出来吧？他第一时间就会把我的看出来。哇、哦！哎呀，你没看他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吗？你心里还没数吗？那不能三科都没考好吧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过会儿他让你做哪门的卷子，你就是哪门没考好。哦，过来给我考语文卷子来。语文没考好。你不干啥呢？还有数学呢。数学没考好。哎，你就墨迹吧，还一套英语呢。我都没考好。你这个方法真好，又成功的让他做了三张试卷。哎呦我的妈！他真是考第一啊！我的妈！从天黑走到天亮。妈，你当初咋想的？家这么远？因为、哦、我知道了，你别不好意思说，是不是因为我？不是我打击你，还真不是为了你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更好遇见你。当亲戚是老师是种什么体验？你妈姐，还有你小姨夫呢？嗨，我又来了。你看，你把人吓跑了都。你在藏什么呢？他在藏作业呢。是我写完了收起来，阿姨。收起来干嘛？这会儿我来了，有什么不会的我给你讲讲。哎呀，我都会。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他俩，你等会儿配合我啊。好。好吗？好。那下次见到我还跑吗？不跑了，你应该早点拿出来的嘛。既然都说好，那我再送你一个礼物。哎，你上次来的我还写完呢。见着有份儿，我也给你带了两张，今天完成。